欢迎来到著名的温布利大球场，在这里举办的比赛注定会是一场精彩的比赛，今天也不例外。我是王涛，今天和我一起解说本场比赛的仍然是我们的特邀嘉宾苏东。接下来大家直播的是本届杯赛的半决赛，将要登场的是英格兰女足和中国女足。本届比赛已经渐渐接近了最后的高潮，如今已经剩下了四大天王捉对厮杀，不知他能把球打进吗？这球还没有结束，他在关键时候出现在了关键位置，破坏了对手关键的进攻机会。看这次露西·布隆泽，这是一个角球，看看怎么打。防守队员先把球解围出去，但处理的不太理想啊，对手还有机会，这次机会最终还是没能转为进球啊。埃拉图恩可以打门了，破坏了射门机会，球门暂时没有危险了。看射门质量了啊，进攻方拿到一个角球，角球开出来到了禁区中央，有机会，门将扑出了球，抢回了球权。他们能怎么利用这个机会呢？虽然比赛开始才没多久，但是进入状态却不马虎，刚才这个球打得漂亮，扑得更精彩。嗯，这样的扑救啊真的很长士气啊。起脚打门漂亮，他们率先破门，打破了僵局。来看一下禁区的回放，这脚传球分量给的恰到好处，完美的穿过了对方的防线，送到危险区域，机会出来了，但是同时也要面对防守队员给他们的压力，这一次他们应对的非常出色，把球打进了。僵局被打破，目前比分1-0。凯利，露西·布隆泽，这会是一次经典的长距直入吗？球被铲出边线了，对方得到一个界外球。这球就是冲着门将去的，轻松没收。他们就是在这种娴熟的传递中寻找机会，接下来就看他的了。好球，对手估计还沉浸在进球的喜悦中呢，他们很快就把比分扳平了。你看他拿球后十分自信啊，抓住机会过掉了防守队员，漂亮啊，三下五除二就摆脱了防守，这是一个绝佳的进球。比分被扳平成了1-1。王珊珊，李凤文，球直接飞向了门将。凯利，布隆泽传球失误了啊，这队友上来协助进攻了。王珊珊，这次拦截非常成功，现在是他们控球，现在有反击的机会。这球在拼抢中出了边线，得到一个边线球，他们今天这个高位逼抢啊执行的非常坚决。他能把球打进吗？有机会取得领先，这个门将啊真是让人放心啊。这个角球是个打破场上平衡的机会，
这个头球顶得不好，对球门基本没有威胁。嗯，他没能顶正部位，防守队员啊虽然也没有抢到这个落点，但是他高强度的身体对抗让他跳起来没有办法把头球动作做得那么完整。是的，裁判吹罚了犯规。王霜领先的机会，比赛进入佳境，他们取得领先，赢得了晋级决赛的先机。一个人带着球过五关斩六将，哎呀，佩服佩服啊，这就是他单兵作战能力的完美体现呢。目前的比分是2-1。王珊珊没有急于处理啊，还在观察队友的跑位，传中找队友，可惜传到了门将的控制范围，被门将得到了。亨普球权没能保持住，被对手拿到。他们这个连续倒脚简直是一场视觉盛宴。露西布隆泽，他这次要内切，对手夺回球权，破坏了这次进攻。刚刚才说这次进攻很有希望，说早了。裁判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声，短暂的休息过后，下半场比赛开始。这次换成了中国姑娘们来开球。双方在拼抢中把球拼出了边界啊，界外球。场边有人在热身，看来要换人了。凯蒂·泽勒姆、艾拉图恩把球权拿了回来，中断了对手的进攻，是时候发起反击了。机会啊，球进了，现在他们两球领先。这是完美的关云长式的单击闯关啊，突的精彩，射得更漂亮。双方目前的比分是3-1。在后场用滑铲抢回了球权，漂亮的拦截，成功为球队夺得了球权。凯利明察秋毫啊，这个越位判的一点问题都没有啊。第四官员举牌，他们要换人了。王霜、张睿直接起脚了，就高了一点点，很有威胁的射门尝试。把球权送给了对手。亚历克斯·格林伍德尝试一脚穿越球，乔治亚斯坦维运气也是真的好啊，折射之后没有飞向球门。双方已经进行了65分钟的比赛，只剩下25分钟的比赛时间了。防守队员把球铲断了，
不出意外啊，队友应该是能拿到这脚球的。边裁举旗示意啊，这个球已经越位了。看到队友了，球也给出去了，队友也跑出位置了，可惜啊，就是传晚了，越位了。哎，看看娄佳慧的处理，看看这次传中，队员发挥不错，防住了这次进攻。亚历克斯·格林伍德，亨普一顿拼抢拿回了球权，还在观察，队友已经跟上来了，能扳回一个来吗？漂亮的防守，有机会打门吗？守门员阻止了这球啊。球又到了他们脚下，马上组织下一波攻势啊！禁区内迅速铲球解围，王霜应该抓住这个机会快速反击，防守方需要尽快回到自己的位置，他们把球控制在自己脚下，但是转眼呢就把球权交给了对手。乔治亚斯坦威一次成功的抢断，终结了对手的进攻。王霜，王霜的机会来了，力量是足够了，就是偏得太远了。其实可以试试降低一点力量，兼顾一下精准度啊。还有五分钟啊，比赛就将进入伤停补时。中国姑娘们没能控住球，贝斯米德，亚历克斯·格林伍德，他还在观察局势，防守方送了一个角球啊，这个角球直接传到了禁区中央，这脚射门啊质量不够好啊，浪费了单对单的绝佳机会。比赛已经进入尾声了，随着这次机会的错失，他们的对手啊也锁定了这场比赛的胜局。是，他们拦截了对手的传球，追分的机会啊，这球没能过门将这关啊。这种扑救符合大家对他的期待。嗯，球传到了禁区里，比赛正式结束。